警方在深水埗和尖沙咀倒破无牌酒吧，一共拘捕18男10女。警方根据线报，昨晚9点几在长沙环道190号楼上单位拘捕14男10女，年龄介乎36至64岁，包括一名52岁负责人。他涉嫌经营无牌酒吧，并票控酒客违反防疫条例。另外，凌晨1点几，警方突击巡查七潭道南115号一个楼上单位，拘捕4个男人，年龄介乎24至35岁。行动入面检获360罐啤酒，总值大约4000蚊。